0到6岁是我们帮助这些孩子最好的时间。时间在追赶着我们，也在追赶着钱。如果有好心的慈善人士捐助他们工作，我对孩子99.999%可以说话。竭尽全力，勇往直前。这个世界都有些什么，在我家巷口有家卖杂货的，还有树木和鸟儿，还有大山与大河，他们的旁边是日出和日落。在遥望的方向还藏着梦，在每个人的远方点着灯笼，每当星光在闪烁，眼睛就微微湿润。我知道那是梦在想我，我伸手触摸眼前的梦，仿佛在触摸手掌大的苍穹，每次心跳动都是梦在想我。梦想新搭档第二季今晚在这里盛大启航，中国梦，我的梦，梦之蓝，我们梦想新搭档又回来了。我是撒贝宁，我是曾导英，我们就是著名的宝贝组合。在这一赛季，我们所有的梦想新搭档他们的公益目标更加的聚焦，更加的明确，行动的名字叫把耳朵叫醒，拯救听障儿童。听障儿童他们是一群怎样的孩子，他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琪琪出生时查出患有先天性重度耳聋，母亲一边照顾他，一边干快递维持生计。面对20万高额的治疗费，一家人四处求助。终于，2011年，琪琪2岁的那天，在社会公益机构的帮助下，琪琪成功的植入了人工耳蜗。哎呦，宝宝，你没事，你真勇敢。人工耳蜗开机的那天，琪琪第一次听到了嘟嘟的声音，听到了，他听到了，他吓得哭了。妈妈，这
从那天起，他的人生迎来了新的开始。现在琪琪五岁了，每天他和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学习舞蹈。他还开始学习弹钢琴，他的说话清晰流利。我喜欢听大海的声音，在我们身后的这个照片墙上，每一个听障儿童，他们的笑容那么纯真，那么灿烂，但是这笑容是来自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寂静的无声世界。他们听不到，他们无法学会说话，更没有办法和人交流。听障就好像是一个围墙，把这些孩子围在了一个无奈的世界里，而更可怕的是，这个围墙围住的是这些孩子们的未来。时间在追赶着我们，也在追赶着这些孩子。我们在第二季的梦想新搭档呢，我们特别有请我们的新搭档们用他们的歌声，至少可以帮助100位0到6岁的孩子们，在他们还可以得救的时候装上人工耳蜗。而且请注意，如果这些孩子得救的话，我们会在他的照片上点亮一盏灯，希望在这一季的节目之前，这些孩子所有的脸都能够绽放自己的光芒。这一季我们2期节目为一个比赛单元，每2期节目之后，战术排在最后一位的组合和搭档，他们将交出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由一组新的组合来到舞台上，替代他们继续完成公益的接力。我们现场的7组新搭档，我们现场的360位聆听者，还有我们电视机前无数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叫醒耳朵，一起唱。首先要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新搭档，彭佳慧和她的搭档美声四季。美声四季对于声音的诠释非常的厉害。我们美声四季都是在专业院校学习的学生，我们4个是同门师兄妹，他们是我的大师哥和大师姐。我们都是学音乐的，我们就是靠耳朵，这群孩子正好是听不见。我们其实是用自己的专业去做这个爱心，我们都愿意为了孩子奉献我们的所有，然后让他们的爸爸妈妈听到小孩可以叫他们一声爸爸或妈妈。其实那个佳慧看到刚刚那个公益影片啊，就已经泣不成声，现在好一点了吧？好一点点，但是刚才还是非常的镇定自己的情绪，因为啊待会要唱歌。你要不要忘记了，一个赞就是500元的公益基金。哇哦，所以你们要好好唱好不好？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我在5岁的时候，我爸爸就过世了。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里的经济可以说非常的不好。我从国小6年级开始打工，我去捡毛豆，捡皮包的线头。然后有2个阿姨资助了我和妹妹10年的时间，让我一直坚持的一直走到现在。
非常非常的温暖，谢谢家扶中心的两位阿姨的帮忙，所以我希望现在的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帮助这些听障儿童，让他们赶快赶快可以听到我们世界的声音。全世界的小孩，亲爱的小孩，我爱。他们真的起点非常高，蛮高的。对，但是听说你们也没在怕的嘛，对不对？就是尽量把每一个人的那种感动要唱出来，我觉得。现场360位我们的听众点赞开始。好多赞。
觉得他们这组应该不错。他们这组真的很强。点赞结束。我们现场的赞数一共是292赞。有没有信心破300？就是300嘛，就是我们如果要也要超过300，就是要赢他8票而已。嗯，对，而已嘛。小哥，你在这里可能会播出去。开玩笑，开玩笑，这可能不记得送私底下的。绝对是开玩笑，放松心情。292赞，每一个赞如果是500元基金的话，我们刚才已经募得了146000元。如果按照100000元能够帮助一个听障儿童的标准来计算的话，彭佳慧，美声四季，我要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这首歌已经至少能够帮助一个孩子，让他们走出无声的世界。刚才你在唱歌之前的那段话，你说到的那两个曾经资助过你的阿姨，他们现在还在台湾吗？在高雄。前一阵子阿姨又写了一个卡片给我，在那个卡片当中说，她看到那个电视上出现的彭佳慧的时候，她有一点觉得真的是从小领我的家福中心的钱的彭佳慧嘛，所以啊，她四处打听，然后啊才知道真的是这个彭佳慧。对，谢谢阿姨。所以去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着都是一种幸福，就像今天我们现场所有的聆听者，你们手里的每一个赞也许在未来都会化作一个听障儿童改变命运的力量。在这样一个冬天，我们温暖的声音预示着这些孩子们很快能够盼来他们生命中最温暖的一个春天。感谢你们今天晚上第一组出场，第一次努力，谢谢你们。从5岁开始，因为两位素不相识的阿姨的资助，彭佳慧才得以实现唱歌的梦想。如今他怀着感恩之心，用自己的歌声完成爱的传递。彭佳慧和美声四季最终获得了292赞，赢得了14.6万元公益基金，已经可以帮助一位听障儿童装上人工耳蜗。掌声有请我们今晚出场的第二组新搭档，华语乐坛的标杆人物齐秦和他的搭档们，有着完美和声的太阳部落。太阳部落是少数民族，他们对于唱歌跳舞都是比较喜爱的。我们四个是来自四川的四个农村的孩子，三位都是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他们也自我要求非常高。这次说要跟小哥搭在一组的时候，最开始是有点忐忑，又有点激动，然后压力也有点大。因为你的样子，他那个词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短促，中间你看我有在帮他们打拍子，我就是担心说哦，会不会大家彼此的速度不一样。如果有更多的人给我们投赞的话嘛，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认同，但是同时也是对这个公益事业的一个大力的支持，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开心。我是一个歌手，当然我也是一个父亲，然后最近家里面添了一个新的小生命，然后谢谢，就是他很喜欢听我讲话，一讲话他眼睛就会眨呀眨啊，然后他更喜欢听我唱歌，然后他的拳头会这样啊跟着打节奏啊，看他这样呢，我也非常感染他的快乐，但是很难想象在很多的家庭里面啊，可能父亲对他呼唤唱歌给他听，他完全没有反应，那这个时候我想作为一个父亲应该会是有多么的心碎，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我们来唱让他们听见。
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了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竟然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他们的和声，和声。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背，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的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月亮，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迟早的感受。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早的人说。我听到传来了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了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谢谢，谢谢齐秦和有着完美和声的太阳部落。现在点赞开始。在小哥后面唱其实压力挺大的。哎呀，哦，点赞结束。我们现场一共得到的赞数是300赞。不是，我要跟你们说，刚刚小哥才说，因为刚刚彭佳慧他们是292，他说其实我就是再多个8票就是300赞。压力好大，哎，是压力大哈，这紧张吗？谢谢，谢谢齐秦，谢谢太阳部落。齐秦与太阳部落的演唱获得了300赞。到目前为止，两组新搭档共赢得了29.6万元公益基金，可以帮助2位听障儿童装上人工耳蜗。
位关注我们的观众可以到网易云音乐下载和转发您喜爱的歌曲，您每转发一次就将为听障儿童捐出一分钱。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滴滴打车红包，更有意外惊喜等你拿。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下一组的组合，我们的音乐公主希拉和她的五洲唱响。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好弟。我是 Sophia， 我来自波兰。我是小雪，我是英国人。我是寄托，我是中国姑娘。看他们彩排的时候觉得很棒。我们给希拉一起合作，因为我们都是外国人，我们的目的都一样，我们就爱中国，我们就喜欢在中国。我觉得梦想新搭档的舞台真的对我来说很特别的，我跟我的搭档会更努力，能够帮助很多的孩子。我们就希望我们能有一次啊，一次我们就觉得我们都满足了，有一次我们能去点亮这几个孩子的灯，我们就觉得我们都很满足了。我是希拉，来自马来西亚。前两天我去看了一些不能听见的孩子，在那里我见到一个小朋友，他只有2岁多，特别的可爱，笑起来声音特别动听，可是他是一个连自己小声都听不见的宝贝。他一直用手语说，我要听见，我想说话，我想说话。所以今天在这里，我希望用我们的歌声来帮助守护他们。Yeah.
谢大家。好嗨呀、啊！点赞，现在开始。只要出、欸，只要出那个边缘，就是300了。所以你说300是15万，就可以帮助一个半的孩子。对。我们现场一共得到的赞数是280赞。啊，差280几个。下面一个是300。今天你刚才说到的那段故事让我们特别的感动。你说到的那个孩子现在2岁。对，2岁。两岁，他已经戴上人工耳蜗了吗？他还没有。还没有，但是我连着，我一直都跟他说我真的爱他，我说我爱他，或者是你也可以说我爱你，就是这样。我爱你，就是 I love you， 所以是这样。刚才你们这首歌赢得的公益基金已经可以为一个孩子帮助他，能够尽快的植入一个人工耳蜗，没准儿就是你说到的那个2岁的孩子。对的。所以如果他真的植入了人工耳蜗，不久的将来你就不用再用手势告诉他了，你就可以直接用你最美的声音跟他说我爱你。我们期待那一天吧。谢谢你们。2岁的听障儿童张静斌一遍遍地表达着他对听见声音的向往，这让希拉铭记于心。希拉与五洲唱响用无国界的爱和音乐呼吁更多的人关爱听障儿童，希望获得冠军，点亮孩子梦想的希望。他们的演唱最终获得了280赞，到目前为止3组新搭档赢得了43.6万元公益基金，可以帮助4位听障儿童装上人工耳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整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您随时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使用摇一摇功能参与我们的公益活动，和明星一起做公益，让听障儿童能够听到这个世界的呼唤。感谢支付宝、网易音乐、微公益、新浪微博、滴滴打车、神马搜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下一组的组合，平安和北大荒组合。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跟北大荒合唱团的叔叔阿姨们第一次在舞台上正式合作。我们是北大荒知青组合，我们平均的年龄都在60来岁了。平安呢，是知青的后代，他的父母和我们一样，在北大荒战斗过，感觉他就像我们的孩子似的，所以说我们呢非常亲切。希望能够我跟他们一起把这个公益的节目去做好，把歌唱好，为更多的听障孩子装上人工耳蜗，让他们快乐生长。大家好，我是平安。我身边的这后面所有的叔叔阿姨们，他们都是呢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知青。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都充满了激情、理想和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来到梦想新搭档这个舞台，我和这一些已经有了孙子或孙女的爷爷奶奶们，为我们这些需要帮助的听障儿童们放声歌唱。我相信在我们这些人的共同努力下，爱可以连接起3代人。Thank you.
可惜，爱到分离才相遇，只为一滴泪模糊了恩仇。我用所有报答爱，你却从此一刀两断，永不见风雨。风雨，风雨，看得出他们那个把生活带到这个音乐里面了啊、哦！气势很磅礴哎，真是好的音乐，好的歌唱家，他真是能激励你啊！点赞，现在开始。我觉得叔叔阿姨会拉到不少票，一定可以的。他们观众缘特别好，还在努力吗？再继续吗？点赞结束。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一轮点赞，现场拿到的赞数是286赞。必须要说，今天的观众耳朵特别的刁，你会不会觉得观众搞不好今天会对纯爷们组合特别青睐？不管怎么说，我们做好自己，做好自己，好吧？好，无怨无悔，无怨无悔。平均年龄60岁以上，这个队长这么年轻，你们有信心跟着他在这个舞台上为更多的孩子赢得公益基金吗？平安这孩子吧，这个我们非常喜欢。这个他长得这个模样，是不是一看就特招人稀罕的那种？让人心疼。我们有信心完成这次的公益任务，是不是？谢谢。对他们那一批年纪，就是都会说是完成任务，完成任务，对，还带着他们年轻的时候的对那样一个历史的烙印。是。谢谢你们，谢谢我们台上的这些大哥大姐。老知青们，
为孙儿辈的龙儿能够听见声音贡献力量。他们和平安获得286赞，截至目前共累计赢得了57.9万元公益基金，已经可以帮助5位听障儿童装上人工耳蜗。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蓝色经典孟之蓝独家冠名的梦想新搭档第二季节目现场。本节目比赛的公益基金由蓝色经典孟之蓝核桃乳业领导者六个核桃给您带来好运气的老庙黄金共同提供。中国梦，我的梦，孟之蓝。接下来即将要出场的下一组组合是我们的摇滚爸爸秦勇和他的搭档英姿飒爽的南京交警们，有请。大家好，我们是南京交警合唱团。我平时在路面上指挥交通，业余的时候进行一些交通安全宣传。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音乐的团队，但是我们的声音一定是最饱满、最富有热情、最富有真诚的。他们属于那种真是不服输的人民警察，练声乐，然后练舞蹈，每天可能也就睡3-4个小时。我们和这些交警兄弟们一定会为了孩子竭尽全力，勇往直前。十几年前，我是个摇滚歌手。那个时候，甩着一头长发，在舞台上嘶吼。18年前，我的儿子出生了，他被诊断出患有重度的感统失调，就是他无法与别人交流，而且学什么都比其他的孩子要慢很多很多。医生告诉我，如果在12岁之前不抓紧的治疗，他永远也无法康复。所以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决定，离开了舞台，专心的去陪伴他。直到有一天，他对我说：父王，你放心吧，我好了，我还是喜欢看你在台上唱歌的样子。所以坚持了10年，我今天来到了这个舞台上，为了我自己的孩子，也为了更多的孩子。那么我今天要和我身旁的来自南京的交警合唱团和这些兄弟们一起为孩子们竭尽全力，勇往直前。Yeah.
海中，是你是我，装作正派面带笑容。你不必过分的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请为这首歌点赞。就不只是要按赞，手还要比赞。点赞结束。我们来看一下现场，他们拿到的赞数是283赞，他们一共为孩子们募得了141500元，谢谢，谢谢。唱的是你的经典作品啊，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对，我们也是刚刚认识，但是我真正感觉到什么是中国的纯爷们儿，真的。刚才很多观众在点赞的时候都问他们是什么警察，一听说交警，很多观众说坏了，今天没带驾照。尤其在点赞的时候，他们往后面一站，集体一敬礼，我老觉得下一句就是请靠边停车。哪一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团队吧？来，请到前面来。你还是看着前面，别看着我，你看着我，我紧张。不要紧张，你没开车来吧？今天确实没敢开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我们是来自南京，我们就是普通的一名交通警察。现在闯一个红灯是罚多少钱，扣多少分啊？考察一下。你闯过吗？啊？你闯过吗？我，不是，我先看一下罚的厉不厉害。现在很厉害。闯一个红灯是206分。200，但是扣分扣的厉害啊。对，就一年一个司机12分，闯一次红灯就扣掉一半了。对，罚的不厉害你也不能闯。说得好，感谢收看今日说法。这次你们来的话，你们执勤的那些路口怎么办？放弃了吗？就是我下面还想说的，就是我很感谢没有能够到这儿来就是参加节目你们的同事们。对，我同事，我的兄弟们，是他们给了我动力，因为他们在家里帮我把这个路口守好，带给人民群众平安。太好了，所以在这里为了孩子们放声歌唱吧。谢谢，看好你们，加油。谢谢秦勇和南京交警，谢谢他们。
十几年来，秦勇不离不弃地守护着感统失调的儿子，用悉心的照顾换来了儿子身体的逐渐康复。重返舞台的他和南京交警组合一起，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听障儿童，全力以赴，勇往直前。他们以一曲《无地自容》获得了283赞。星搭档们共赢得公益基金72.05万元，可以帮助7位听障儿童装上人工耳蜗。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蓝色经典》梦之蓝独家冠名的《梦想星搭档》第二季节目现场。中国梦，我的梦，梦之蓝。在整个节目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使用摇一摇功能参与我们的公益活动，和明星一起做公益，让听障儿童听到这个世界的呼唤。各位关注我们的观众可以到网易云音乐下载和转发您喜爱的歌曲，您每转发一次就将为听障儿童捐出1分钱。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滴滴打车红包，更有意外惊喜等你拿。感谢支付宝的网易音乐微公益、新浪微博滴滴打车神马搜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请出我们的下一组组合，我们的实力歌手阿鲁阿卓和他的伙伴们，来自彝族音乐人组成的山峰组合，有请。我们是山峰组合，就我们组这几个兄弟，就是跟阿鲁阿卓一样，都来自彝族的那些大山里面，而且都酷爱着音乐。他们在我身边就觉得我的力量非常的强大。本身阿卓呢，我们认识很多年嘛，就是看着他长大的，可以说大家可以看到，从我们的服饰、服装，甚至到鞋，都是非常统一的，可以说是全身心的投入，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去帮助这些孩子。来，热大家好，我是阿鲁阿卓。大家可能以为听障会离我们的距离很遥远，其实在不经意间就会给孩子带来伤害，比如是一些药物的不正当的使用，还有比如说孩子的患了疾病的延误治疗，比如像中耳炎、发烧这样的小小的疏忽，都会给孩子带来终身的遗憾。我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歌声，让我们大家一起去关注这个群体，更多的是去了解和预防。今天我和我的彝族同胞们为大家演唱《不要怕阿杰鲁》，让我们一起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还记得第七次的死去时的风，你可不老我错过了黑猫破了我不是这么熟悉，可是我们很快就能融入进去的，真的很厉害，很厉害。点赞，开始。点赞结束。阿鲁阿卓和山峰组合，他们拿到的赞数是290赞。谢谢大家。他们为那些听障的孩子们获得了145,000元的公益基金，谢谢你们。今天我真的特别开心来到北京，这是我第一次带着我的家人一起来跟我一起参加比赛，所以我觉得我特别的幸福，今天特别的开心。山峰组合是专门为了《梦想新搭档》第二季组成的一个音乐团队。对对对。在座的观众朋友不一定熟悉他们每个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彝族聚居的地方，他们的名气大到什么程度？他们是真正来自大山里的歌者，就有一个概念叫“山大王”，你们知道吗？就他们只要在各自的山头一唱歌，方圆十里之内没人敢唱歌。我们真的通过这首带着泥土芬芳的歌曲，感受到了他们的公益梦想、公益力量。不要怕，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那些孩子们。不要怕，阿杰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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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谢谢阿鲁阿卓，谢谢我们的山峰组合，谢谢。淳朴的彝族歌曲《不要怕》，鼓励孩子勇敢面对。最终，他们获得了290赞。新搭档共累计赢得了86.55万元公益基金，已经可以帮助8位听障儿童装上人工耳蜗。
让我们请出下一组搭档，也是华语乐坛的一位传奇人物赵传和他的搭档快乐的大女孩们，有请。大家好，我们是大女孩。其实我们三个呢，就是分别是在台湾的北、中、南。我是来自台湾少数民族泰雅族，我的卢凯族。就是传哥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传奇。我很欣赏这个跟我一起搭档的这个大女孩啊，我觉得她们三个都是很可爱的女孩啊，我也喜欢唱歌，她们三个声音搭起来之后，啊，我觉得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这个声线出现。我们就是很想要用歌声告诉小朋友说，我们也曾经跟你们一样，就是不被看好，或者是觉得都没有希望了。可是我只要你坚持，你一定会遇到愿意帮助你的人。能挑战老将的只有老将，能挑战小哥的只有传哥。哟，真的，这是在给我鼓励吗？我这是在顺口溜。Lucky Seven，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好，拿麦。大家好，我是赵传，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演唱的是啊，我是一只小小鸟。前两天我们去到这个听障训练学校，心中有非常多的这个触动啊，无法想象，就是说听不到的这个那种感受是怎么样的。我是三个小孩的啊父亲，我的小孩们，他们饿了冷了不会跟我讲，但这些孩子们，他们却没有办法去表达这些感受。所以今天我们要为他们演唱这首歌，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康复，像小小鸟一样展翅高飞。谢谢。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算不算太高？
点赞，开始。点赞结束。来看一下赵传刚才这一轮点赞，现场拿到的赞数是265赞。他们为孩子们获得了132,500元的公益基金，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这些可爱的大女孩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第一次释放。就是赵传老师的这首著名的《我是一只小小鸟》，但是我听出来了，因为男女生要配合在一起，这个歌的调啊特别重要，对吧？其实赵传老师今天唱的这个调不是您的这个歌的原调了，您是降了一些调，为了跟他们能够配合在一起。对对对。所以您的原调是非常高的，我印象中。我的原来调比今天的大概高大概2度吧。其实我从中学到现在。就一直有一个音乐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跟自己心目中的歌神赵传老师飙一下高音。现在我们让赵传老师释放一下，拿他的原调把我是一只小小鸟的最高音的部分给我们来一下，好不好？来，我们的乐队老师们。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小鸟的时候，全场包括我们所有的搭档们嘴巴都动起来了，就音乐就是能够这样的感染人。但是今天晚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梦想新搭档，最终谁能够获得冠军，谁能够带着所有的这些公益基金去点亮我们的那些孩子的照片，还没有尘埃落定，还没有。对，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即将呈现。对，我们先请陈哥，先用掌声感谢人大女孩，谢谢，谢谢赵传老师，谢谢大女孩们，谢谢你们。曾经不被看好的大女孩们，凭借多年的坚持，最终实现了她们的音乐梦想。我是一只小小鸟，表达了她们对听障儿童的鼓励，希望有一天她们能展翅高飞。共获得了265赞，暂时排在最后，希望她们在户头环节能反转成功。截至目前，新搭档共累计赢得了99.8万元公益基金。已经可以帮助9位听障儿童装上人工耳蜗。好，接下来呢，我们每一位歌手队长，对，还有10个赞的名额，可以现在投下去。这10个赞，他们只能投给今晚的其中一个组合，他不能分开投，不能说我这个给2个赞，那个给2个赞，不行，没有拆开的。10个赞必须一次性的给出今晚的任意一个搭档。好，好，点。赞开始。观众点赞之后，新搭档秉持专业态度为彼此点赞投票，排名最低的赵传和大女孩会有机会逆转，避免第二期被首轮淘汰吗？齐秦和太阳部落能够保持第一，带着冠军的荣耀为听障儿童点亮希望吗？让我们拭目以待。点赞结束。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蓝色经典》孟之蓝独家冠名的《梦想新搭档》第2季节目现场。本节目比赛的公益基金由《蓝色经典》孟之蓝、核桃乳业领导者6个核桃给您带来好运气的老庙黄金共同提供。中国梦，我的梦，孟之蓝。今天呢，除了我们7组的队长还有搭档们带来好听的歌曲之外呢，今天我们今天还有一组助阵的歌手。是我们第一期的公益加油大使，同时也是最近人气非常旺、迷倒众少女心的陈伟霆。
和陈伟霆搭档的是一群孩子，而这些孩子他们是刚刚装上了人工耳蜗，正在进行康复的一些曾经的听障儿童。这样一个组合，我相信会在今天晚上给我们的梦想带来一个最好的诠释，意义非凡。我们有请公益加油大使陈伟霆和孩子们。其实今天陈伟霆来到我们的梦想新搭档，不仅是和孩子们一起带来了一首温暖的歌，更重要的是陈伟霆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关于孩子的公益的故事，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张璐五岁半，他的双耳几乎听不到周围的声音，一年前被父亲送到四川乐山特殊教育学校。在星期六的时候哭得比较多。星期六我一个人在学校，很寂寞。他是这所学校年龄最小的听障儿童。脾气又乖，像啥子稍微不顺心的事情哦，他就在地下打滚。妈妈没来过，爸爸也在成都打工嘛，上期还来得勤，这两个月最近这一期没咋来看他了。张璐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现在他跟着父亲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们远在180公里外的成都打工。说我们这种条件的话，就是说经常下去是不可能的，这边下去来回就要100多块车费嘛。每次去多远就跑过来抱着你，有时还哭嘞。爷爷，在学校，张璐开始学习手语交流。这是他们的语言，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他们在交流什么，我们不知道。他回来就这样，我不懂。然后我送他去的时候嘛。老师跟我说他是在叫你爸爸，我当时都哭了。
小张路不会知道爸爸心里的痛。每周除了周六周日，他和同学们在一起会暂时忘记爸爸，那时的他是快乐的。可是当看到同学一个个被父母亲接走，那个时候张璐的情绪就会变得很差。想爸爸多长时间来看你？150是最好。我也是无赖，如果说我条件好一点，我可以去陪着他住，我没这个能力。有一次想过了嘛，然后脸都挖烂了，他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嘛，就在脸上挖，挖全是伤口。每当这个时候，小张璐如果能够给爸爸打个电话，听听爸爸的声音，给爸爸说声爸爸我想你，那该多好。就让我们把刚才片中我们见到的那个孩子张璐，还有他的父亲以及他的手语老师陈曦一起请到我们梦想新搭档的舞台。孩子听不见我们的掌声，但是他能看见，他看得到，我们在为他鼓掌。张璐你好。他也说你好了。一个年轻的父亲现在要陪着他的女儿度过人生当中最艰难的这段岁月，但幸好他现在不孤单，因为他有我们。张璐你有什么话想要跟爸爸是吧？爸爸，爸爸说和爸爸说的话。爸爸，他最直接的表达就是想和爸爸睡在一起，天天都睡在一起。但是你因为没有办法用手语跟他沟通，你们父女之间的感情怎么你通过什么细节来发现呢？就是我要两三个月才去接他一次嘛，每次到学校我都还没看到他，他就看到我手这样敞开跟你跑过来，就这样。那是真的舍不得。你有学任何一句手语是你想学的然后告诉女儿的吗？有，因为我想学爸爸也很爱你，也不会放弃你。老师现在可以教爸爸吗？来，爸爸，爸我一样很爱你，爸爸会和你一直这样这样一直在手翻滚在一起。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台上，我们看到这样的沟通是多么艰难。老师，他现在的这个年龄阶段如果能够尽快的植入人工耳蜗的话，他的未来会怎样？我
我想能够尽快的接触语言，至少他能开始跟自己的家人交流，能够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表达出来。我想这是对龙孩子最大的帮助了。目前你拼了命的在外面打工，你的能力如果说真的要给孩子装一副人工耳蜗的话，大概要用多久？大概要用多久？最少七八年吧。七八年，那已经错过了孩子最好的黄金时期了。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张璐是今天晚上被点亮的第一个孩子，请让我们给这个家庭一个看到希望的起点。最后，我们可不可以教我们全场所有的观众能够比一句简单的手语，也让小张璐今天在这个舞台上，除了知道有这么多人愿意帮助他之外，也有一个美好的回忆，我们所有的人也都爱他呢？那我们就学那一句我爱你，我爱你，好不好？好不好？大家可以比吗？我们一起，我爱你。好，我们大家准备好了，我爱你。他说谢谢，他感受到了。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个家庭。大家可以进入我们梦想新搭档官方微博，点赞我刚才的歌曲下载，然后把爱汇聚起来，为我们的听障儿童贡献一份力量。对，如果您也想奉献一份爱心，您可以打开支付宝钱包的爱心捐赠，为孩子们献出您的爱。我们也再次谢谢我们的公益加油大使陈伟霆。 Thank you. 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特别感谢梦想新搭档公益伙伴老庙黄金，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现在大家非常期待的就是要点亮小张璐那一盏灯，而到底今天我们第一期梦想新搭档最终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我们要请我们的明星队长以及搭档们再次回到舞台上，一起做最后的揭晓。有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蓝色经典梦之蓝独家冠名的梦想新搭档第二季节目现场，中国梦，我的梦，梦之蓝。我们今天晚上已经统计出了所有的票数和排名，而本节目比赛结果是由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公证，在此也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谢谢。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本节目由核桃乳领导者六个核桃独家特约播出。本节目特别感谢梦想新搭档公益伙伴老庙黄金，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哦。目前排名第一的是齐秦和太阳部落，他们得到了300赞。而今晚排名暂时位居最后一位的是赵传和他的大女孩们，得到的赞数是265赞，位列第七。当然这只是目前暂时的排名。好，首先为大家宣布的是齐秦组投给的是秦勇组，秦勇组目前283赞，现在已经293赞了。赵传组投给的是秦勇组，303赞。秦勇组目前已经超过了齐秦和太阳部落。彭佳慧组投给的是赵传组，赵传组目前275赞。希拉组投给的是赵传组，285赞。阿鲁阿卓投给的是齐秦组，310赞。也就是说，目前齐秦组暂时又领先了，又反超了秦勇组。平安组投给的是赵传组，赵传组目前已经295赞了。最后秦勇组投给的是赵传组，305赞，赵传组位列第二。所以最终我们本场的冠军是产生了。
怡情和太阳部落组合310赞，他们将带着103万3000元的公益基金前去点亮孩子们的梦想。我们这十个孩子，我们这十个孩子距离有生世界仅仅一步之遥了，只要他们能够顺利地装上人工耳蜗，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就能听见我们此刻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你们。谢谢齐秦，谢谢太阳部落。经过七组梦想新搭档的演唱比拼，共赢得公益基金103.3万元，能帮助10位听障儿童装上人工耳蜗。这只是一个开始，相信他们的努力一定能帮助100位听障儿童实现聆听世界的希望。而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洋河股份对孩子们的全力帮助，有请洋河股份的副总裁王耀先生到台上来，我们说几句话。有请。一个孩子的健康就是一个家庭的幸福，一个家庭的幸福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朴素最简单的梦想。中国梦，我的梦，梦之蓝，让我们一起努力。谢谢。下一周迎来我们的首场淘汰赛，我们下一周一起来见证。感谢收看蓝色经典梦之蓝，梦想新搭档，叫醒耳朵一起唱。